石山杀人的证据，你一直有备份，对不对？ 既然你知道我有，你居然能忍到现在才来找我。我一直在找实际的证据，池山做事确实滴水不漏。不过你们已经闹掰了，我来找你合作一下，也不是不可以。秦墨阳，你当初把我跟池山骗得有多惨呢？我怎么还敢跟你合作？我答应过一个人，不会再骗人了。 林欣桐，你说的对，我确实不会不给自己留后路，但是这么大的底牌，我也不可能现在就给你。不过，我可以拿另外一个消息跟你交换，池山还有一家公司，是他的养父留给他的。 他现在正在利用这家公司，想要搞垮鸿福。当然，核心目的还是为了得到鸿福。公司信息，放你手机上了。 关于你的账户资料，我会找人处理干净。下一位，刚刚我跟你说的事情，你可以考虑一下。进，处理好了。 是这个，你肯定吗？我看过鸿福跟秦氏的文件，里面的套路跟措辞一模一样。池山就是想用他养父之前对付秦氏的方法，来把鸿福彻底击垮，这样他就能吞并鸿福。我们要找到里边的漏洞，不能让他得逞。 去接个电话。林欣桐，你考虑的时间也是够久的。看来你是不想答应了。我把我的股份都给你。 给我们发来的律师函，要求申请我们的合同无效。凭什么无效？他们有什么理由申请无效？他们说，根据《民法》第154条，嫌疑人与相对人的恶意串通，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。他们找到了证据。
证明我们给胡父下套，所以这个合同应当无效。他们还说第157条，你这边这个公司因这个合同所取得的金额都应当返还。滚！滚！是你干的，看来池总已经收到律师函了。池总也太不小心了，你用的第三方公司居然是你跟夏以薇搞钱的公司。你可别忘了，你的那笔钱是我介绍人替你们倒腾的，我随便一查就抓到把柄了。你在教我做事。池总犯的第二个错误就是用了你当年养父一样的招数，钱家怎么破产的，我可历历在目。我绝对不会让洪父再重蹈覆辙。洪父可是你最大的仇人，我可是洪父最大的股东。池总难道忘了吗？看来这一局，池总又输了。上一局的账还记着呢，这一局。要不要一笔结清啊？输。你以为我会输给你吗？早着呢。齐墨瑶，我还有一张最大的王牌。我要让你痛不欲生，后悔一辈子。我跟你说过，你不许动他，否则我让你生不如死。走着瞧。All right.